挑战成功那个人到底是谁？他讲了什么的话？你跟我讲，我最后你也能跟你讲出同样的话，然后走出这个餐厅。你可不可以先喝？你得一千万的彩券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很烦，你快喝，快喝，快喝啊！店长，你就直接讲了吧，拜托，结束我这一段痛苦，好不好？还没喝完啊！我还没，你要喝完才可以结束这段痛苦、啊。意志力快不行了。你意志力快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你要喝，你要喝，你要喝，逼他喝，逼他喝。我大家不懂啊，目前没有吐。哈哈哈哈哈！刚坐坐，那一下感觉真的蛮痛的。好不好？怎样？这种啊？我想，很难干那个婊子。我鸡巴说，我鸡巴真的醉了，还能叫他这个臭子拜金女叉逼，操你！哦，A few moments later， 看不起你，看不起娘们，是个娘们。啊！你会不会想吐啊？哎，不要躺在我老二上面行不行啊？哥，他这里面有菜，刚松中他要吐啊！靠背，真的走，太恶心了吧？超难撕地的。他的手是要去举几公斤的？我太久没有，他手是要靠椅。那是钩子，干你那个他妈，他是不是脏脏的？你没有吗？没有，你说是这一只啦，这一只啊，他擦过，不是他这样子，干了一毛，干了几公斤啊？抓了，林东，你抓他一下，两个抓一下，好，来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你要抓两边的一下。拿卫生纸，不要录了啦，靠腰，一起搬呐、啊，他头发。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我来载一个醉汉，有看到吗？千万不要喝太醉，不然现在我蹲在路边，然后我们的兽。就在兽虎在这，红林跟杰森跑去消防局问有没有推车可以借推，因为他真的太重了，我们三个人扛到可以让他住的地方太累了。妈的，我在 GoPro 有带。不认识，不认识。没有，他只在笑而已。哎、欸，没有人怎么办？没有人，一楼没人啊。现在按服务铃也没礼貌，怎么办？不是说他喝挂，可以有你们有推车可以借我们一下，这样吗？哎，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消防员也没有东西帮忙，敢这么笨喝醉啊？他现在一直在。你们白木屋，这正常，这正常。哎呦呦，敢蹭！他一直吐那个白木屋，正常。不是喝醉，他就是想吐啊。下去，他的手，等下他的头啦，他又滑下去了啦。啊，把他手放后面去。一二三，那
走，干，好丢脸哦！操你妈的！有没有讲一下现在有什么感想？哎，看他手，什么？现在，我现在只知道，我跟你讲，最后大丈夫台湾版哦，最后大丈夫。看他吐，我都想吐了。我很想吐。大娘，你怎么说？我们刚刚每个手上都是他的吐，都那味道。刚刚耳朵里面，刚刚全都是吐。操你妈！我感觉他的头在那个头脑那个头壳在震动，好恶。我腰好酸哦，你们要休息一下。没有，干怎么半夜突然这么多人啊？干我家警卫会靠背啊！你看到包卫生纸没拿？已经完了。哎，我们才走一点点而已，你看一下那边。他已经被引出去卖肉了。老姐，我切了。我超啦，老姐！你啊，挑战你，干你你啊！挑你老师的！我真的觉得我们是很好朋友。冒出眼睛！你好农夫在耕田，老农民啊！啊屁呀、啊、你！不是你到底是叫什么？你是什么？你是一头牛啊？对不对？一盘不是那头牛。看我的脸上都是水，都汗水。我们等一下去永和豆浆吃豆浆，不要理他了啦。你是压电梯的？谢谢，来来，我用钥匙给你。看看他脸太凶了，摔到地上。终于到安全的地方了。我先洗澡啊。在这过程中 ，GoPro 跟手机都没电了。想看这边的过程，可以到杰森的频道。那我们安置好小毛后，我跟杰森各自回家洗澡，然后再到红林家确认小毛没事之后，我们就到麦当劳吃个早餐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回到红林家，小毛居然自己爬进房间。灵异事件发生，刚刚他在浴缸里。你来浴室，你去浴缸泡一下热水啊！快点啊！你去送一下热水啊！快点啊！你要泡热水比较舒服。起来，你去泡热水啊！真的、啊。你现在能动吗？重点，不太能动。如果不太能动的话，你就让罗俊丹再稍微躺一下就好你先泡热水会比较舒服一点。你现在是不是想把感情离你的房间？我想要赶快清一下这地板。小白，快点啊，去泡一下热水啦！你说你刚刚没有呕吐吗？你没有呕吐吗？你说你没有呕吐吗？干你娘！你吐到我家，他妈走廊全部都是、欸。你知道你刚刚直接吐在我身上？干真假的？干真假的？干真假的？很荒唐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跟那个店家借板车，我们把你丢在板车上面，用推的推回来。真假的？你先起来呀！他妈带你去。我头还撞到头，快点来！哎，那件衣服丢掉了、啊。刚好想吐啊！你刚才吐了三袋，你知道吗？那你拖人家那个店里地上都是，地上你还躺在吐上面睡觉，你的耳朵里面都是吐。你知道我们刚才帮你讲，我帮你擦耳朵的时候，你的耳朵里面都是你的呕吐物。欸、你知道一开始你妈听到你喝醉，她有点堵然，然后后来跟她讲你吐了全身，你妈居然跟你爸大笑了，你知道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自己吐一下。好。看着好友仿佛是大体般躺在浴缸被人服务，洗着身躯，我不经意的想起昨晚他犹如饥渴难耐的小动物。不断的一杯接着一杯，如今像是个需要被照顾的孩子，捧在手心上细心的呵护着。然而我们就像是记录孩子成长的哥哥们，酒鬼的快乐啊，收回，没喝醉酒的快乐往往都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。 3 hours later. Can you move it along? I'm all out of time cards.
看你的头。啊，很少女洗脸，他的房间粉红色床垫呢。哇！你是被打了？那是内裤吧？没有。我直接干！但我这辈子再喝成这样，我他妈的！我这辈子喝辣椒酒，我这辈子再怎样，妈每次都这样。一开始那个店员说他们没有推车，开始说他没有推车，然后那个八天德说有，就推出来是这一台推垃圾的车。他应该最后真的是没有办法单租一台推垃圾的车。等下继续再跟他讲，我要再挑战一次，我不信。你知道我们把你抬下来多累吗？我们还走楼梯，你昨天还躺在这里休息，这个地方。这边的餐点啊？对对对，他们的厨房在这。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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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